今天终于要来签 deal 了，哎，你看买车还送连八达，连八达喇叭，这个是90年代必感。有没有怀念的？有没有？以前我们都喜欢把它改高一点，啊，这都要喷蜡，黑珍珠，黑要喷蜡，当我打的球鞋，好，这个要他懂了，懂了。小蕾蕾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耶、yeah, ！今天终于要来签 deal 了。是，没错、啊。如果再不签那个，我就要卖别人了。我觉得很多人抱现金要来排队买车。因为你有讲过，就哦，赶快，不行不行，等一下。因为我内部是正 FA 的资料，迪奥其实故事很长，因为他卖的时间周期很长。那大家其实都喜欢写版的，像我们玩老车，车籍资料很重要，车籍资料对，车型对，才有收藏的价值。那 FA 其实数量就没有这么多，很多是拿可动改写版、啊對，或是拿 Super Deal 恰恰再来修改。哎、欸，你看买车还送连八达，连八达喇叭，这个是90年代必感。有没有怀念的？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也比较年轻，说黑三米啊，如果知道的人就知道了。就知道了，对对对对对。我怕等一下回去小师哥会听到，他就开始跳起来了。那时候我这个连脚踏车都有改，放一个电池这样刹车就会叫了。那台是有什么故事吗？东北有三宝，对不对？迪奥界也有三宝，三宝就是正一期的，然后它的引擎号码是在齿轮盖上，只要有行照、齿轮盖、大牌就可以，就是一直可以延续这部车的生命。因为车况其实有的参差不齐，你整理费用太高，他可能会从日本买完整的車、完整的就进来。那那个只要一过去，那部车就变正牌了。所以你这一排就这一台而已，其他的没有，其他都是正常的。对，只有这一台，因为这台跟了我快30年了，国中就骑到现在，偷买的车。偷买就是偷骑嘛，国中是没有牌。对，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么严重，所以我相信你也懂嘛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车好了。你们的车，你们的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的模仿的样子啊，对啊。很多人家言之言味，这个真的是言之言味。这等下都赶快了，这壳啊。好，全部的壳应该都。这个对客批来说简单啦、啊，这个怀念。对，拆一拆而已啊，只是说壳要先买来啦。对，其实现在壳壳都还买得到，所有的配件其实台湾都还有做外销。内装现在它有很多彩色的，有粉红色的、红的、蓝的、绿的、黄的，什么颜色都有。所以里面这个都有颜色了。对，内装都有颜色。那我们一般行照只会看你烤漆的壳，所以内装你可以随便搭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。鼓煞改碟煞，如果你过户的时候碟煞是不行的。如果你的行照是鼓煞的车籍，刹车是不能变更的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买到那个改碟煞的车子，要过户要验车，全部都要拆回来，拆成鼓煞去验。这个可以换呢，以前我们都喜欢把它改高一点，啊，这都要喷蜡。黑珍珠，黑珍珠，要喷的，当我打的球鞋，好，这个要他懂了，头疼了，椅子要够滑，对，够滑，要够滑，抽到谁都没关系，可是就是要滑。如果塞到咩更正，那刹车就要更力，所以改碟刹是必备的，对，必来的，对。而且这部还是台北市的旧牌啊，台北市的六码牌，哇，哦，你。阿爸企业的哈，然后现在因为现在都没有这个什么台北市台北县，现在最值钱是什么金门县、连江县的绿牌是最值钱的。存到现在也不简单，因为他们的环境会更恶劣，就海风啊，对啊，车体状况其实都不会太好。像是 K 十的话，就这个就可以换掉，一般改完之后这都没撞。对啦，其实这个都还买得到新的，整新的或新的其实都还买得到，或者是说你回去直接喷砂喷掉重考也可以。重考了 ，F5A 就是两块了，那后来恰恰的或者是比较后期，它这个就是一体的。啊，以前我们都怕散热不好嘛，会拿掉，会有多片式离合器的感觉，啊，这都要拔掉，拔掉就声音更大声，就给人家听了。散热会比较好。啊，有些这个会换掉，换一个空域会比较大，像摸骨头这样。这改装空间很大，其实台湾很多做迪奥改装的零件做外销，这个要讲可能讲不完，讲不完。这个跟以前的喜美的概念是一样的，对，小不懂哦，对，什么都可以改，开三 D 摸骨头这样。没有，我觉得这样。那这个对泰山来说有点辛苦啦，你可能比较高哦。那时候我有125了，那时候我们就是比较流行好买，可是那时候他去赚钱一样是买一台，就是买了 Dio， 跟同学两个修旧，掏招牌呗。我妈有一台，买报纸送的吗？以前联合报订报纸会送啊。就是我很少骑那一台。哦，因为对你来讲这个可能太小了，太小了。是男人就要拥有一台那种感觉，已经有一台125了，还跑去偷偷去买，还不敢让爸妈知道用。那时候未满18岁哦，就跟他一样，未满18，你知道我就用我哥的名字去偷买一台，
结果去当兵的时候被我爸拿去报废了，刚好啊，我菜，那金毛都给打给，给打给，因为现在很多野生的那个阿公阿妈都还在，都被问到，都知道行情，行情的，像台北是迪奥。很多地方是不能骑进去的，对，空气污染防治区，对，它烟如果烟会比较大，回去的哎，开始吹摘料啊，开始盖啊，关键是打出来非常多零件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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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形状，旁边的车好帅，哦，这个是目前待整理的301啊，这部车车主在美国他念书的时候都开这个301，然后他回来台湾很多年，只是想要找这样的车，其实没有什么资讯，刚好看到你们在介绍，我在翻新303，所以他就来找我，对，我们害的。也不是，是谢老板。车子本来就不多，那车龄也高，基本上最年轻的也有1978年，啊，1979就变302了。所以后来找到这台车，其实我们到目前整理已经花了3年的时间。钣金烤漆是遇到最困难的，因为烂的地方太多，然后钣金师傅年纪也大了，年前我才把车子拉回来，其实都整理差不多，现在就把它摆回去，装回去了，重新整理好，引擎本体都整理好了。现在还缺什么？剩水箱，然后一些配线，我再把它装回去。管线跟管路啊，哎，这样好干净。对啊，其实本人引擎就很小，其实化油器的车它不会有太多的周边的配线，因为它不用去监控很多东西，所以它基本上只有分电盘那边会有线路，发电机会有一个旁边的线路，能长的我用不到的我都帮它废掉了。因为其实像老车玩的人的素质也比较高，那可能对他要知道了，他也对他希望的是。回味的，所以他对钱这个价值定义就不太一样。那如果年轻一点的车友，他可能经济能力上有不是那么许可，那他也不会选择像这样子的车来选择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保险丝座，磁化器的车很多车友都不开。以前最早是这种的断电器，就是你把它转掉，它就不通电了。对，对，然后转起来它就通电了。可是这有个缺点，如果你一旦没有锁紧，这边极负效应变差的时候，它会发烫，发烫这个就松掉了，你开一开就熄火了。后来我发现一个好东西，就是这个像家用的 breaker， 它有安培锁，你用的时候把它接上去，这样就用，它就导通了，它就是一个 breaker， 你不用的时候你按了它就跳开了，所以你手完全不会摸，而且接得很确实。对啦，它也比较快。其实以前这个都是老车在装的，因为有时候一放可能就几个月到半年这样。那下一次再发动就验车，因为怕电瓶会没电了。对啊，其实音响跟有记忆的话都会吃电，都会吃电。它又可以兼着当主保险师，它最大可以到200安培，绰绰有余了。因为我们这种老车顶多也是10到60安培而已。这台只剩这个头段没有办法翻新了，因为它这个是模子灌出来的，曾经有拿去喷砂，然后喷那个耐高温漆，就专门喷排气管，可是还是烧掉了，还是烧掉了。刚做好很漂亮了，可是一发动可能就会发动，大概开了2000-3000公里就没烧掉了，就只剩下面这一节是有颜色，上面都没颜色，哎，又很臭，因为它烧掉还是很臭，对，那个还是一个像塑胶味，烧掉的感觉。然后化油器也都改掉，改成那个自动主风门，这个就直接可以换到 Dio 那边，有没有？大香菇，对啊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an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可以直接骑上去耶，这有福祉车，帅吧？帅，有没有？我直接冲上去了，帅、哦这个，这是专门设计绑的。哎、欸，要再低油的。哦 ，OK， 值得。我这车也是真的是少了。天上地就有没有？小妹妹，哎，帅啦！啊，他这个都是快拆的嘞，哇，往前就勾住，往后就开了，紧了。哎，刚好这是会迪奥车型，刚刚好。你看。哇，买这台车送迪奥，标准4+2。这原装就这样子，对，它设计出来就是在迪奥，对，在迪奥了，这完成，谢谢小坦，不会，那我们就回去就赶快帮你过户，就交给你们了，然后有困难再跟我讲，技术支援，快会，账号在这边，账号在那边，这车展第一次看到六速手牌，六速自牌已经不稀奇，它是手牌，而且是宾士的哦，还不是其他牌宾士的，所以有老车赶快报车。然后车 B 就会来找我修，植物链，植物链。这几年的车啊？2016，吸数1.2。我看，
税金省，省税金。这么省，空间又大。还有手牌真优，哦，什么都省。还65，还可以再低哦。还有一个植物，还有一个长期房前的地方。这车还不错，不错。出去最少还是一台宾士。耶，回来了，打开看有没有倒。酷哎，真的很酷哎。算吧，方便吗？方便吗？哎，都屌啊，另外，哇，啊，这样放压这个，放这给它快速好拔，绳子放开，完成，好了，那就赶快去过户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天上的就有没有啊，对，我发现啊，这侧柱摩擦了。可能到时候要从修理一下，全部都要换的。对，应该是到时候就全部都换了，中柱啊、侧柱啊，都把它换掉。好，啊，那引擎的侧盖买得到就换了，买不到可能就是下来重新喷漆啊。一定买得到，一定买得到。现在这个东西很多啊。对啊，可能这台湾古人笑人家，一打开就打一尊尊。看他说到他几岁啊？十几岁而已，应该不到20岁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啊，开启小铃铛哦。有点在打击，年轻的，年轻的，年轻，第一次面对镜头那种感觉，对对对，因为才十几岁而已，瞬间30岁不见了。我昨天提起啊，灯壳掉下来，有我看到，有看到，我们连好了，你注意看一下，因为我们验车，万一这个不见了，它不见了是没办法验，灯光不对，我赶快先把它连回去，到时候换了。我买这个钻石熏黑灯 ，OK， 好了，好，明天就过户了，耶，期待改装之后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 ，Av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你真的有玩过抽钥匙吗？有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有去过一次而已。我们就是抽钥匙，就是这样下来，啊，就丢一堆，看谁抽到啊，啊，谁谁的钥匙哦，我的啊，你的华仔。就是我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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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你知道吗？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回来的时候抽什么？你们都抽什么？一样在抽钥匙。没有没有，这次不是抽，换女生的东西，不管是项链、耳环什么东西，放在那边我们就抽。哦，对，你们没有了哈，哈哈。因为到那边我们就跑了，跑了。有时候你就放戒指、项链啊、耳环什么之类的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就知道放什么了。啊，放哦，随便你放啊，你说，我不好意思讲啊，有些拿不出来的东西啊，哦，对啊，比如说手帕啊什么之类的，对对对对，哎呦哎呦，不是小盒子啊，不是小盒子啊，对啊。